喺 HKIF， 我唔使惊要背书，要咩先够劲？我唔使惊肥佬。喺呢度，我学会去思考，去发下白日梦 ，How to dream， 去问 What if？What if 我可以同老师交换食鸡战略 ？What if 我可以发明一个比食鸡更好玩嘅 game？What if I can build robots with my friends？What if 我自己试下解决问题先？如果呢个世界将会系我哋嘅，我哋就要靠自己去找我哋自己嘅出路。有阵时可能会荡失路，可能会有啲嘢唔识做。只要我哋而家学识去问 What if， 同时有你、妈咪、爹哋、brother、sister、老师同同学嘅支持，我哋知道终会揾到自己嘅答案。HKIF 一切从 What if 开始。